身边至少有五个人来对因献出你的笑笑脸，对因来讲，平安耶稣听你，看见你真好。来，请咱起立，来旁边的人平安。冰箱内底放的物件，不只是食的物件，专家
把冰箱来打开，发现着，哇！这冰箱内底有皮鞋，有布鞋，嘛有土鞋。搁一下来看，冷冻库内底有小 baby 的尿布。另外一台冰箱打开来看，有个报纸，有一挂册，有一挂可能无用过的物件。一个清洁大队已经吃惊，用足侪时间将垃圾来打包整理，整理了后才发现，哇，这间厝原来是一栋豪宅。是咱每一个人在咱精彩的生命中，大家有侪侪秘密，有侪侪经历，有欢喜，有生气，有痛苦，有失败。一个人生苦短的事，真精彩。但是咱袂细致，嘛伫咱心灵的房间内底，放真侪大包、细包的垃圾，影响咱心情、甲心灵的健康、失去快乐。咱嘛爱来学习哦，起码咱会使来邀请主耶稣，慢慢做伙来建立心灵的房间。从过去的垃圾，今卖烦恼，包括压车，因为伫《腓立比书》四章四节内底，保罗伊讲：“你乃靠主，常常喜乐。”主耶稣知影咱的心，主耶稣知影即时的你需要喜乐，所以伊要伫诗歌的中间来鼓励你、安慰你，因为耶稣伊疼你，耶稣伊疼你。一起来做伙来唱，耶稣，你看我。Yeah.
你可以去当。